迎来到我们境界战线。来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最好玩的横向格斗游戏。目前境界战线只有死斗模式啊，3v3死斗模式跟这个制定对战练习模式跟新手教学。我是建议呢，你可以先来这个练习模式，它的所有技能呢基本上都是可以用什么快捷键，就是它用按键很轻松的。我直接进入训练给你们看啊。比如说呢，你现在这个训练场，这个打开呢，我们就可以新增一个假人，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开始训练你的接技。比如说我们这样，一二三四起飞，跳起来，一二三 W， 再起飞 ，A 有没有接满？拜托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游戏其实有些地方蛮讲究的。比如说我这个角色，它可以叠三层，我这边蓄力三层，它会有不同的演变出不同的派生攻击方法。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在浮空的时候有那个绿色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按这样跳可以离开。真的会讲，真的玩一场，你们先冷静一点。我跟你们讲啦，我基本上也算是个格斗游戏的好手。我今天先打一把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看一下我美轮美奂的接技跟操作。我直接玩艾丽斯卡这个火刀美眉，她其实每一只都有不一样的天赋设定，然后每一只的天赋都是有三个可以选。好啦，对决吧！喵喵喵喵喵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下面有这个三个格子，这三个格子是可以 dash 的，我可以 dash 三次的意思。然后你 dash 完之后，你是短时间内无敌。你被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别的方式逃掉。你被接的时候，你按 D， 你就可以消耗觉醒值逃掉。我现在只是在示范，所以没有很认真的在打啦，看得出来吧？我是很猛的、欸。他这个中间会有那个占领的样子啊，你要把他占领下来，你就会得到分数，跟杀人一样的分数。怎么有人一直扁我？到底是怎么样？好啊，你们要这样子玩啊，未来啊。不是啦，那个人怎么那么强啦？哦，我感觉要把人拉离战场之后再打、欸，不然一直被人家断，我都没办法秀我美轮美奂的接技，你知道吗？你可以觉醒反击，就是你被打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靠你的觉醒反击。如果你的觉醒条满的话，或者是消耗觉醒、哦，我会被射，又被断招。那个拿枪的到底是谁？那个拿枪的不要给我遇到，我讲真的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感觉我这次好像玩不好哎、欸，感觉我这只火刀好像玩不好。阿胜有没有拿双枪的角色？有，艾尔达。好来，要玩枪手是不是？排一下。在这个排队的时候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官网。我们 FB 搜寻境界战线之后呢，会有实况组实况领取专属表情。我也有我的专属表情啊，每个账号最多只能换三个实况组的表情，所以我今天要换的话，我一定是换咪咪蛋、香香，然后贝利梅，赞。然后这是免费可以看的吗？弗雷亚450块夏日实习。这感觉比李而香哎！哎呦，米哈尔，哎呦，这个海滩的看起来也不错。这还有什么饰品啊？比如说这个饰品你可以买啊，然后你可以戴在一些身上什么之类的。这个商城还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特效发动，哎，这个还蛮帅的。星空泡泡音符，特效觉醒发动，发动中吧，感觉发动中可以用比较久。表情跟语音。这个表情跟语音呢，其实不贵耶，他之后也可以透过这个金币，你之后也可以透过这个金币解锁。好，就绪。好啦，我 AD carry 开射 ，Q， 哈哈，哎，好麻哦，我知道，躲在最后面是不是？躲一下。哦，三枪有看到吗？我连发三枪，我好像天生就是当枪手的料，我也不知道是怎样。哎呀，躲是怎样？会怕哦。这个战备资源要拿一下，他有时候会掉一些超屌的东西。好、哦，我要捡，不要啊，大哥，挖洗丁老杯完啦、啊。那个东西我记得是捡了之后无敌还是怎么样的，完了。老杯，卖，不要拍谁？跟你说声拍谁？哎呦。不要一直追着我打好不好？为什么每个人都追着我打？队友，没事，这个是必要的牺牲啊！啊！为什么射他不会痛啊？三枪没有倒啊！好猛！喵喵！谁呀？那个巴整的好猛哦！哦，有开大了 ，CA。
我的 CA 来喽！我的 CA， 蹦，红了吗？不是，队友配合一下好不好？我刚那招不是射出去了吗？我看起来好像没人倒啊。火焰之光，啊！中了几枪啊？刷，有喽！大家处理他，处理他，处理他，启动处理他，只有这个人会玩，只有这个人会玩，处理他，启动处理他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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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集火他是可以的。哈，输了。还要更努力才行。三五三 S 评价 S 打了一万，输了，输了。好了啦，好。欸，其实还蛮好，其实是真的还蛮好玩的，是真的玩起来还挺开心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差不多也介绍到这边了。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游戏，现在是台湾独立制作的游戏。你可以看到每只角色有那么多只角色，像刚刚我们这个有那么多只角色，每一只角色都不一样，然后每一只角色都有不一样的天赋跟符文，每一只角色都有设定，内容算是非常丰富。但目前为止，现在只有石头模式可以打，不过马上要开启那个下一个模式了，水晶之痕。这个是就有点类似那个，可能什么大乱斗啊之类的，就是上面有一个水晶啊，然后你就去那边占领地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哒，有点像那个什么之类的。好，这个境界战线 Steam 搜寻就有，好不好？这个游戏欢迎大家下载。